是请客的冒犯。啊，待在那边呢。浮棉哦。下去左转，捡个石头。好，你们好了，我好了。怕怕。Let's go！你快坐。看这边，准备抓。听到这个声音，哦不，看尾巴。冲我！好了，哎呦，好高，好高，好高！没上车，再撞一次，没有了，我没石头了，我去找，我去找石头吗？来，我来捡到了啦！好了，来了，好，他撞我下去。好，准备好你的王子。没有了、欸，没有了、欸，没抢。被我们这贪婪的冒险、啊，因为他背后像是那个空的了啦。啊！当时他背后有闪光的时候，掉任务了，难道是冲？还冲呢？晕了！打了！抓！我看到我电量了，有吗？没有诶、欸，框框不是橘的，那要多取几只。去了吗？看起来没有。我在哪里也看不到，我只知道可以框框看。又晕了。你们抓看，没有啊，框框不是橘的，框框没有橘的。还是一场就只能抓一次而已。我觉得是欸，抓三只吧，上限。抓三次，然后不一定会有。我刚刚有一个是中嘛，刚有一个是掉落物的，拿到了。嗯。有结算也有可能会有，刚刚一场有两个，可是我很少没有看，我都没有看到有。我靠，竟然看到！米兹给达，米兹给达，干什么？调整你的呼吸。哦不，睡了。哦不，对不起，我不想到他一发就睡了。请打棉弹，请先提早讲。嗯，而且那发是我打错的。哦，好的。这样吗？对。不是啊，我说他现在这样子吗？就抓不到了啊，还要被抓、啊。还是要等他完全取验。没有，刚刚也是完全细，我完全没有抓到、啊。没有，那个不算哦，超带电。一样，认真。我们刚刚上一场几乎都在抓呢。现在方便。这样吗？可这样子晕也一样是没有的呢。好吧。真的啦。如果这么好洗的话，每个人都一把了。是每个人都一把没错啦。啊，光要按到了，哎呦，那个陷阱，我要往这旁边。看一下。阿叔。头呢？抓给你看。没有啊。是没有。对啊。就整一次而已吧。
仇。哦，好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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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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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到底？哇，折返跑第一名呢！冰原的魔物真的是很好玩。会死！啊！撞了！哦，还没有撞到！哦不，太远。还是黄的，黄的，最多只能撞去吧。每次你讲眼睛一红就很紧张，我要干了吗？我要干了吗？干了吗？然后死了。AB one，撞完了。被点到迷迷毛毛，哇，全身冒电，雷切，霹雳一闪，上马突破术，啊，哎，哦，不能，霹雳一闪，棒。哦哦哦，好帅哦！叫几次？拿雷神之锤。哦呦呦呦呦！哦。先撞死再说。我回去补充弹药。哎，晕了。感谢感谢，嗯，挖尾巴，他走了，快死掉的声音，是吗？是，听起来是，因为他跟那个叫做什么？那一只叫做
参抓龙一样，快死到都是有一种死，那种狗的在干干，对，那种狗的干干叫的声音。没有，那是狼叫吧？狗该叫，犬科动物的该该叫的声音。来偷看阿谦有没有在玩。阿谦有开台。阿谦下午说要玩啊。哦。哦，没有，没有开。白痴哦。点到。被看到了。没有啦。画面切回来点到。你喜欢在草地上面睡觉呢你。直接撞过去就好了，等一下。我在这儿啊。原来是附近。这里吧，地洞哦，要地洞哦，地洞吗？现在是要地洞的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来，我来。哦，对耶，这我会，这我最会。这边，然后先我们都站这边就好了。交给你了，交给你表演了。哇！哇！六六六！刚刚应该先摆 pose 的。我摆了一个魔刀的 pose。厉害了！我在磨咸玉。挖尸体。哦，有灵！哎、欸，还有给我超电灵！我给我宠啊！这边还有给我超电灵光球。两五只雷光虫，啊，那么好哦！我没有天灵啊，他给我雷光珠哎、欸，天宇，我上个天宇，哦，你是不是？哦、糟糕了！你怎样？我等一下要吃猫的那个哦，一生签订石，然后躲在家里不动喽。我去厕所了。好，为什么没有黄体龙出现？哦，我超电雷光虫为什么一只都不给我了？差一只啦！好像我差一只雷光虫。我刚是吃那个啦，御神签是没错啦。猫的幸运都是假的，每次都一定会死。猫的假的，承接新任务。发现鬼人粉尘我没有在用了、欸，那个东西，是我根本没在用。那个我在开打前都会闪一闪，时间少啊，换救命的好了。我来吃御神签了。换生命大，怪力种子放进去，没再用。The late night。解消脱离，短信。没有啊，我说我要重开游戏了。怪怪的，怪怪的。我觉得我黑狼脑后腿上面插了三颗超星珠，有点好笑。刚才
刚才在抽地的时候，他画面卡了一下，我就知道怪怪的。黑狼鸟护腿，我直接三颗超级猪在他护腿上面了。我那个是一个打完猪二，然后无极还有痛击。无极痛击我插在别的地方，但是觉得三颗超级猪插这边就是很棒。帝王回切跟这把伤差不多了，结果他叫王刀雷切，但我还是觉得帝王雷切听起来比较好听。来锅烧，苍虎没用过锅烧，其实，嗯，没有用过锅烧，就随便啊，有啊，烤都是烤肉给你啊，没什么差别，嗯，分高级还没高级，烤出来都是熟肉，全熟肉，地藏王龙三龙还升级。你叫我两三栋，你觉得那东西没什么用了？对啊 ，I don't fucking care。就是前打不过，现在想去打一打那种感觉而已。一张网。那个任务就只是打炮就输，打炮任务，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可以为了开炮，三分之一是在破坏他自己。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开餐啊，吸引仇恨好手杀小，交给你了，交给你了。我待会又被丢一次在他身边吧，连续两次了。交给你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很棒啊，帮我们找到他的位置。拒绝，我就是一个辅助啊。等一下，按到了，讲得好像我是主力输出一样。等，又起来，怎么又泡汤了？我刚眼药水没滴完全，刚突然蒸汽跑出三只猫咪出来，还有睁着眼睛在玩。三只猫。七号对吼，这样，没有啊，那个、啊，那个什么，那个平台是什么 ？EPIC 啊 ？NO 什么的？哎，看来有矿挖了。哦，哎，那我下去就看到他了吗？他是那个几率变高了。先吃个鬼人药，樱花药在这里了，往上走。然后明天又看到我开始玩笛子了。哎，我看到他了，在这。哪里？几号营地？哦，八号。八。那现在捡个羽毛球。现在要被这样抓个丑。哎，他钻洞了。哎，有体毛。在哪里？我到了。嗯，我
没看到他体毛，体毛在哪？哦，在那边。好多毛啊！那过去吧。在我头上。抓好你的网子。在楼上。对啊。楼上。楼上的房客。比较凶。哇、哦，好亮哦！啊，怎么回事？准备了？直接撞吗？准备网子哦，网子准备好。你们的位置房可以。啊，来来，有点危险，还、啊、不行，要绕过去。好了，三个了。没掉，没投掷物了。哎，我抓到四个。我捡到一个。我没东西捡，有东西捡了，有人可以再撞吗？有啦，感谢你，没了吧？试试看，抓没有？没有啊，没了。所以一场只能撞三次。好。白痴哦、喔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声音啊！我刚有抓到四只。开外挂、啊，开外挂是关机，我监局，运气耶！这句话就是说，你们这群人没有那个运气拿到。不是啊，刚也拿到三个天灵，气死！也对耶，也不想这是我开的任务哎，不给面子任务，真的。还笑、哦，两万雷纳诺，哇！晕了晕了，谢你喂！我要再追啊！我准备追他了。好。这我被轰。睡了吗？刚不是一发吗？再睡啊，再睡啊！好好好好好。好了。好。位置贼尴尬的，我的头痛。走了。啊！我是不是听到？他待会跑回来。掉落。之前我他被我的爆裂眼睛倒在地板。爆裂。侧脚榴弹。我看来是没有。他看起来很开心。可恶，他没有跑回来。好了吗？人还没到，可以先打，可以先打，可以先打。剪掉落物。小心啊！我使用的霹雳一闪。简单。
一人一个。我的妈！有人御神签没了。我的御神签，我的转身一攻，刚好在他躺下来那一秒没了。让我看看，我还有三分钟才可以吃饭。又来了，敲到了，不许用科技。欸、可以可以敲了，走、哦！要捕获他的时候，赶快一定要赶快飞回去。哦晕！我看到星星了。是不是被你扎到？好像没有，用我记得你在我右边啊，扎钱。有要让他睡了，没有没有，我在不是不是不是是不灭妙，看到了，我晕了，我要冒了，完蛋了，睡着了，哎，干我怎么睡一次，再打一次，再一次。困了，哟，捡到掉落物。北七哟，臭喵！哇，这个现在才要走。他这条怎么猫了两次？这是臭鸟！哇哇哇哇！我不知道在哪里，我边标一下。不要到尾巴了，打架，打架，打架！我真觉得他们两个会打架，就是，然后被发现，为什么？没有啊，打架啊！我被开哄了，我也开哄啊！我爸是被谁开哄啊？他捅过来，可以撞啊！你讲这句话，我都会死哎、欸，我很怕哎、欸，上去都会死。像这样吗？对啊。换我来，你要打，他睡着了。我让一只闭嘴，加油！麻死你！没有，他现在超级，他
是另外一个才会吧？这个也不行。这个会，这个会。哦，那毛炸起来。他因为他电钻，你只会帮他补充那个。哎呦，好棒哦！到底要走了？让我滑下，我滑下来，结果被那个土拨鼠，你死爽没？重点哦，我滑下来，然后被马屁窝了。你死爽没啊？看我的密钥嘞！我在躺咯，不要躺咯。哎，他是在猛攻。哎，我晕了，感谢感谢，再撒一点，再撒一点，再撒，再撒，撒起来，撒起来，全员撒起来。我晕血了，我帮你撒，帮你撒，帮你撒，帮你撒。有有有有，我感受到了。你看。我刚是把鬼人要改成大回复药跟回复药，哎，齐神齐神，啊，写满了，好，去哪喝水啊？好，喝水喝水喝水，怎么用？你看他被麻了吧？真的假的？对啊。这种麻是精神的麻，他那个麻好像不太一样。陷阱不一样啊。等一下，换个方向继续睡。还是快挂了。哎。好帅啊！哎，蛇朝前入嘴里。又来又来了，继续继续继续，快死了吧！仿佛听到他叫不出来了，他的嘴巴，他的喉咙被我们割伤之类的，叫不出来了。啊！我被抓了。地洞，我没有。我有，等我。等等，我没有掉落物。呀呀！我的掉落路呢？跟丢魔物了。我跟丢了。发小，你去哪里？我直接看到他，不是说。对啊。他说跟丢魔物了。在这里耶。喵。哎呀，追踪到了。直接跟你讲说追踪。跟丢了魔物了啦，主人。你有那个石头吗？什么石头？投射物啊。Nice 是远程的啊。Nice 不是有导虫，不，有虫逆虫。啊，我看到有长火龙。哎，这边有啊，这边有，这边有。我被吼了。顺眼。好屁哦。哪边啊？哎，仓火啦，冲他小啊！不要再吵死啊！快吧！哎、啊，地盘争夺，地盘争夺是毛线啊！他要死了啦！希望中奖的是雷狼龙。哦，没有，地洞没人。
还没有他一样啊，我们想说赌赌看嘛，你看 有用啊。他刚好他现在是没有状态的、啊。所以才说赌赌看啊。去哪？哎、欸，那我们下去了。对啊。掉落物。一个天灵，拜托、喔。一个虫虫，拜托。打三场了、欸。我要虫虫。我的御神签还没有掉哎、欸，给个吧。嘎、啊，有吗？没有。人家不给我虫哎、欸。没有哎、欸。他给我一堆尾巴干什么？他有三个脚哎、欸。问一下，加三总共七次。我是三个爪，两个脚，全部出手，气死！没有啦，我不敢，不缺钱。如何？天龙又来了。嗯？天地黄地龙，不是，这是龙山龙。好，没事。你是想打什么？来一场吗？可以啊。为什么你刚抓背没有抓到虫哦、喔？对啊，那个啊，有啊，可是之后奖赏都没有给过我虫啊。你不需要啦。对他判定你不需要。你不用。放一把刀。瘦瘦，换一把刀继续砍。哎、欸，没了，任务没了，三次而已。可恶！看看啊，刚刚不是打了一大堆调查？轰！哎、欸，算了，这个比较好了。看一下、喔，黑狼鸟加雷二龙，雷狼龙，可是金银统一而已，删掉。雷狼龙，狩猎狼四银，删掉。都很差，嗯，都很差。来啊、哦！那、啊、其他人嘞？我的都很垃圾。我知道、啊、你说很差，另外两位嘞？我看看，我的比较好的就一金而已啊。我说的差是那个死亡条件，但是奖励对，奖励都很好啊，我就好像有一个两金两银。那我也有，但是不能死。没猜戏，都是我的，都是两人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他都给我两人的。四人的那个还有一只雷二。啊，奖励是什么？只有一个金。删掉吧。垃圾。我是有三银一铜啊，一样可以猫三次啊。我们刚叫一个、啊、目标，哎呦，一金三银，一样猫三次。